诸位同学，我们接着看最后这一句第十句，世界海无差别门。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告诉我们，这一句是包容毕君。这一句意思很深，差别里面有五差别，哪些是无差别呢？性，这个体性呢，无差别。这个意思到后面呢还有详细的说明。通常我们在佛法里面常常听到的是心佛众生三无差别，跟此地这一句的意思完全相应。这一句意思说，佛力、心力、众生力，众生的力是什么呢？业力呀。这三个力量啊都是不可思议的，所以说无差别。世界海无差别门呢，是偏重在佛力。如果没有佛力，就不可能有世界的存在。为什么呢？众生的业力早就把这个世界毁灭了，这个世界还能存在吗？维系这个世界还能够存在呀，真的是诸佛如来大慈悲力在融摄。众生种种不善业里面，佛力在旁边扶持他，虽然造作种种不善，还没有把世界毁灭。在我们这个世界里面，我想有许许多多同修啊，曾经听说，也许看过东西方古老的预言书啊，这里面呢还有一些宗教的典籍啊，都说大世纪终了的时候。这个大世纪是2000年了，这个地球会进入世界末日。那2000年度过了，今年2002年了。似乎是末日，我们没有看到啊。如果你细心去观察，这个预言是正确的。我过去看一个，也是一个预言师，
几百年前的，那是讲中国的命运。啊，讲到哪一年呢？蛇年，金蛇。这个国运呢，行到金蛇运已终。那个时候我们看的这个语言也很提心吊胆的。金蛇是辛巳年，今年是马年呐。金蛇就是去年的啊，那个运是不是终了呢？真的终了。我们这次晓得他所讲的是国民党啊，国民党在去年选举惨败之后啊，从这个预言里面就来说呢，他不可能再起来。他的运已经终结了啊，所以很多预言里头不知道讲的是哪一方面呢？啊，如果要是从这个讲世界末日的话呢，啊，这个2000年呢，啊，要是从伦理道德上来讲啊，真的是终。我们晓得人把人道失去了，这是真正大劫难啊。非常明显的看出来啊，啊，你看世界的动乱，许多人呢在研究啊，怎么样消除世界的冲突啊，世界的冲突起因在什么地方呢？起因在家庭，中国古人所讲家和万事兴，现在我们看看这个世界，许许多多家庭不和啊，夫妻不和，父子不和，兄弟不和啊，亲戚朋友不和，再看看社会上领导跟被领导不和，老板跟员工不和，这还得了吗？所以这个社会上生活的人没有安全感啊，无所适从啊，没有依靠啊，我这个说法非常现实啊。今天社会离婚率太高了，超过一半以上了，
犯罪率太高了。啊，过去不要说太原，半个世纪之前，50年前，犯罪率比现在少得很多啊！再往前推半个世纪，100年前，犯罪率就更少啊！啊，民众啊，还可以说得上啊，安居乐业。安居乐业的比比皆是啊，我们都能看得到啊。现在社会上没有了啊，表面上好像很安了，他心里不安了，有恐惧啊，有忧虑啊。啊，这个是很严重的灾难。啊，那儒家讲的呢？啊，按照儒家讲，那个因呢还要深。啊，我们刚才只讲的家庭啊，起家不起啊，啊，过当然就不治了，天下就不太平了。啊，起家前面什么？修身呐、啊。由此可知。这个冲突灾难啊，真正的根源是自己的身。身之不修啊，那得了吗？现在几个人讲修身啊，修身要诚意。几个人今天有诚意呢？局势之人已经非常习惯欺骗啊！你要不知道欺骗人，这个社会上说你是个大傻瓜了啊！你不适合生存啊！啊，不适合这个时代啊！啊，想种种方法，处心积虑。损人利己啊，这个不是末日的起端吗？啊，末日的开端吗？啊，要诚意，一定要格物致知啊！这佛法讲的，你要断烦恼障啊，你要断所执障。诚意就是佛家讲的菩提心呐、啊，啊，你然后才能修身呐、啊，啊，所以，我们本身的冲突，本身冲突，我也跟一些人谈过，啊，这是什么呢？本性跟习性的冲突。啊，在佛法里面讲呢，自性跟烦恼的冲突啊，烦恼很多，佛家归为三大类啊，见思烦恼、尘沙烦恼、无明烦恼，与真如本性。自信清净心的冲突，这个讲得很深啊！啊，用儒家这个来解释，比较上浅显好懂。啊，我们的本性，你看看，古人交同盟。
四五岁的小朋友啊，教他念三字经啊，三字经上头一句，人之初性本善，那一个性啊，这个性本善，这个性跟佛法里面讲的真如本性是非常接近的啊。我的看法呢是一个意思，真如本性啊，真如本性呢，一切众生都是相同的，无差别啊。诸佛如来的本性跟我们自己的本性是一个性，跟一切畜生的本性、一切恶鬼的本性、一切地狱的本性是一个性啊，一点差别都没有啊。这个自信里头具足圆满智慧，具足圆满的德能相好。为什么会搞成六道了这么大的差别呢？习相远，习性啊，无始劫以来啊，你所染的这个习气啊，染上习气啊，把自己的本性迷了，迷失了，本性没有。今天你讲的善，那个善是习性啊，诸位要晓得，那不是性本善的善。啊，那是善恶的善，善恶的善是第二义啊，在佛法里面讲第二义啊，性本善那个善是第一义啊。那是纯净纯善。是化身菩萨的境界，不是凡夫啊。设法界里头没有啊。迷失了本善。现在我们落在这个善恶啊这些理念里面，这个是习惯。习性呢，所以习性跟本性的冲突，这个是一切冲突真正的根源呢。过去社会为什么能够维持几千年的长治久安？什么原因？由圣人教诲啊。所以《三字经》接着说，苟不教啊，性乃迁呐。假如你要不好好的教导他，他就随着习性呢走了。与本性距离呀越来越远了。以后回不了头来了，那个麻烦了，你往恶道去了啊。我们想想今天社会是不是这个样子啊？今天也办教育，有很多学校啊，收不到教学的效果，他所受的教育越高，无论学哪个科系，学科学的，把这些科学技术用来害人呐。
用来毁灭世界。不说别的，今天高科技的武器，他们发展出来了，制造了很多啊，没有用啊，虽没有用，威胁一切大众的安全。大众一听说这个东西，心里恐慌啊，没有安全感啊。为什么要从这上去发展呢？你的聪明智慧为什么不在这个和平上面去发展呢？为什么不用在一切众生福祉上去发展呢？所以今天教育学校办的很多啊，伦理道德这个科目没有。所有教学的理念与伦理道德背道而驰啊！要知道伦理道德是属于性德了，那是宇宙和谐的核心。今天把这个教学全部废除了，造成所有一切动乱的因缘，我们要从这个地方去认知啊。心性是没有差别的啊，心性是能现能变的啊。古圣先贤的教育以这个为中心的啊，教你怎么样做人，怎么样生活，怎样工作，怎样处事待人接物。所以接受过神圣教育的人，心地厚道善良啊，念念呢会想着别人的福祉啊，能够舍己为人，现在这个观念没有了啊，能够处处忍让啊。啊，你看现在教学啊，从小朋友就灌输他一个概念，竞争啊，我常说竞争提升斗争，斗争再提升战争，战争就趋向于同归于尽，这个路子是死路啊，走不通的路啊！啊，我们不走这个路啊，我们还是接受圣贤的教诲。我们在差别当中要走向无差别的道路
别人用妄心，虚情假意，我用真心。眼前是吃一点亏，就像你们是意识当中所体会到的，处处受人欺负，活在世间呢，好像很可怜。处处受被别人糟蹋，似乎是走投无路啊！但是你要是细心去观察，不然呢？世人没有依靠，我们有真正的依靠啊！我们的依靠是什么呢？我们的依靠是三宝。真正的依靠，这个三宝不是形式的三宝。形式的三宝靠不住的，自信三宝。你看看佛在经里面教给我们这个三皈依，三皈依教给我们呢是自信的三皈依。扩诵本里面，每天扩诵完了之后，最后就是念三皈依，自皈依佛，你们想想那个自是什么意思？自是自信呐。自性皈依自性佛，真皈依啊！自性佛是什么？就是本觉啊，《三字经》上讲的本善那不是从外来的，不是学来的啊，自性是本善的本觉的。自皈依法，法是规矩，法是法则，法是秩序，通通是自然的。现在人学过一点科学常识，知道人身体构造很复杂了，全身许许多多不同器官组合啊，器官与器官当中有管道联系，神经系统的联系，血管的联系，筋骨的联系，组织那么样的精密，那谁造的？你是谁造的？谁在那个地方当总管？佛经里面讲，法而如是啊。
这是性德自自然然，它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啊，没有理由啊，本来就是这样的。一切随顺呢，你的身体健康啊，你要不随顺，嫌这个不好，嫌那个不好，去找外科医生啊，去把他的这个整修整修整修，违反了你自然的原则，整修出来全都变成病了。药物、饮食、营养的补充，现在人也不懂啊。不懂是他不懂得随顺自然。听说这个东西好东西，营养好，那个东西很补，结果把身体糟蹋掉了。太多太多这样的事情啊！能够天天进补的，当然这是有福德的人家了，平民做不到啊。平民反而健康长寿，富贵人家往往在中年少壮的时候，这生命就结束了。什么原因呢？平民没有能力去吃补东西，只好随顺自然了。所以有什么吃什么，反而健康。这里头有大道理在啊，几个人能懂呢？古人呢，说了一句很普通的话，土生土长，这句话里头很大的学问，很大的道理。你生在什么地方，你吃那个地方的东西，那个地方的东西对你就是最有益的。我在这里出生的，偏偏要到外国去找东西来吃，那是有害的，没有利益了。所以自己在家乡住久的人，偶尔出去旅行，到外面旅行，就会有水土不服。这个例子非常的明显。很容易生病啊。从这个地方你就能体会到那个土生土长的意思。古德教给我们饮食，哪一类饮食是最适合、最营养的呢？当地生的、生长的，这一个季节里面生长的，礼记、月令就说得很清楚，十二个月哪一个季节吃哪些东西，使我们这个身体饮食起居
跟大自然节气呀、完全相应啊，随顺大自然的节气，身体健康啊。啊，夏天吃冬天的，冬天吃夏天的，违反大自然的法则，你怎么会不生病？冬天要吃凉性的，夏天要吃热性的。现在人不懂啊，夏天吃冰，冬天吃火锅，这个问题严重了。没人懂这个道理啊！你看看冬天长的那些蔬菜水果凉性的，夏天蔬菜水果是热性的，你为什么不随顺大自然呢？你为什么要跟大自然作对呢？你不叫自找苦吃吗？啊，随自然，随顺自然，这个无差别啊。那么像我这个身体还能够适应啊许许多多这个不同的地区啊，这什么原因呢？旅游的时间太长，不是在一个地方定居啊！啊，我最近将近30年来，很少在一个地方啊住过3个月的。啊，这个对于我修行、看破放下有很大帮助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没有家的这个观念。住几天就要走了，哪有家呢？都是在旅游啊，整个地球是个旅馆呢、大旅馆呢、到处游离，好像常常换房间啊。一切众生对于家的执着非常重啊！我这几十年来到处流荡啊！啊，我从小就流浪，抗战期间那种啊，那是在中国国内啊，抗战8年，我们也很少在一个地方啊。住过1年的很少啊，大多数住的时候最长是半年，最短的是1个星期流浪啊。到台湾之后总算是过了20年的安定的生活啊，这20年我们用功读书啊，奠定一点基础啊，能够有13年安定的时间，随着老师修学佛法了啊，佛法学了一点之后，老师鼓励我们这些学生讲经弘法利生，
啊，所以那个时候在台湾各个县市讲经呢，哪里请就到哪里去。啊，1977年开始对国外弘法，就走向了世界了。一生劳碌奔波啊，总算身体还好，佛菩萨照顾，还没有很大的劳累之感啊。可是现在年岁越来越大了啊，劳累这个现象呢，现在就有一点感觉到了啊。5年前我没有这个感觉。现在有一点这个感觉了。古人讲的年岁不饶人啊。啊，所以我非常希望有个安静地方住下来，不走。能有一个摄影棚，我的工作在摄影棚里头，把我所学的，我所知的，我在摄影棚里头把它录下来，提供给有兴趣的同学们做参考。佛法里常说嘛，佛度有缘人嘛，有缘就是你对于这个课程有兴趣啊，很喜欢啊，我们在网络、在电视、荧光幕上见面了啊，这个是半个世纪之前的人做梦也想不到啊！现在居然能实现，这是现代人的福报，这个福报要抓住啊，要好好的利用啊！从前方东美先生跟我也讲过多次啊，大众传播的这个科学工具啊，这个工具它没有善恶，它没有是非，就在看使用的人啊，就在看呢传播的内容。如果传播的是圣贤教育，太好了，无比的殊胜啊！能令一切众生回头是岸。如果它的内容是不善的，芥末是杀盗淫妄，那造的罪业就不得了。千万不要图一时的快意。
如果诸位很冷静地去思维观察，中国外国那些电视歌舞的明星啊，歌星影星编导的这些人，写剧本的这些人，你看看他们的果报啊，你看看他们的晚年，这你应当觉悟啊。都没有好的结果啊。啊，越是知名的大明星啊，很年轻的时候就死了，许许多多自杀的啊，都不是好死。你要问什么原因？他造的是什么样的业？他说：“我也没有害人，也没有偷人，也没有抢人，没有错。你演出这些节目，你要知道，这个世界多少人在学习，在模仿。”你把人心，你把人的行为向哪一个方面去诱导，你要不要负责任？我们所看到的它的结果，在佛法叫花报啊，果报我们看不见啊，果报是在死了以后啊，那么今天的事情啊，误导众生，迷惑众生，这些事件不胜枚举啊！啊，这个世间。世界还没崩溃，幸亏有无差别的圣教，圣教虽然很衰弱，还是有啊，还是有少数真正修行人呢。这些人是从正面积极努力，在断卧修禅，啊，维系传统，这个功德很大了。如果没有这些少数人，这个世间不堪设想。那个灾难无法想象。这个诗句是十个题目，后面每一句都还要详细说。啊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下面呢？这一段是
戒律行广，啊，是这一段总结。我们把经文念念：诸佛子，六舍世界海，有此十事。啊，这个十桩事情是六舍这十个题目。若广说者，与世界海微尘数等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诸佛，一说现说当说。略略的把它归纳起来说十个纲领啊，要细说呢啊，详细说呢，世界海微尘数，那哪里能说得尽呢？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跟我们说的好啊，世界海微尘，地上菩萨、等觉菩萨的智慧，都无法测度啊。我们纵然佛给我们说，我们也没有能力接受啊，啊，不能理解啊，也记不住啊，太多了啊。所以清凉说得好：“非真法云，安受自说。”这句话讲得好啊，法云地上十地菩萨。第十地的菩萨，法云地等觉菩萨，这两个位次佛说他们能接受。九地以前呢，佛跟他说也很难接受，何况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呢？啊，我们今天在此地学习，实实在在说，阿赖耶识里头种一个大方广佛华严的种子啊，这个种子好种子啊，无比殊胜啊！我跟诸位在一起学习这部大经，我讲得很浅显，我也讲得很多。我从哪一方面讲呢？从我们现前实际的生活环境，从我们现前的程度能够理解，务必要在这个地方用最低的水平学以致用啊，我们才能得真受用啊！啊，所以绝不好高骛远，绝对不谈玄说妙啊！为什么？那说得好听没用处啊，做不到啊，不得受用啊，这个我们不学啊。我这一生学的东西很踏实啊，很有受用，原因在哪里？我不好高骛远，李老师教的。紧紧抓住一个原则，我学了我就有用处啊，没有用的东西我不学啊。所以
清凉里长者的著书，我看得很仔细，但是我不讲，我讲得很浅显，我全部把它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如果不能落实生活的，我都不谈了。真的帮助我们提升境界，我们不能入大放光佛法眼，总沾到一点气氛嘛。这一点气氛对我们这一生来讲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受用。好，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